要这两天拿三块水晶石，这水给镇住。办不到，太难了。我要跟着哥杨家。这我们船好重啊！我不能单独跟新娘。我腿都拉了，看你那点出息。这孕妇文大家没问题吧？牛魔王在那儿。怎么办？怎么办？爷爷加油！翻滚吧，阿雅！我牛魔眼泪都流出来了。这就是牛魔王的卧底。